实话，这几天我才感受到，我真的回家了。那种安心的感觉是我在北京从来都没有过的。哎，不过啊，这次我可以了，那下次呢？下次我也可以吗？这件事情可以永久的给我带来快乐吗？如果我留下，我进入疾风会面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说我回到了北京，那我还能适应那里的生活吗？不知道。我现在还没想清楚，我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。再多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好好想想吧。老大，那你呢？建设小镇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促成的，咱们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功课，现在刘尚又在中间阻拦，你还要留下吗？我知道我想要什么，所以总会得到。只要计划顺利进行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那你那天说要见我姑姑，也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吗？算是吧。我也是真的希望能多认识像你姑姑那样的手艺人，多累积人脉，总是不会错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劝你还是放弃我姑姑这一步。怎么说？我姑姑啊，她是个仙儿，是那种一心钻到工艺上的那种人，我们平时见的都很难的。OK， 可以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在北京，总觉得闭上眼都是事儿，睁开眼也全是事儿，倒不如回家一趟。回家一趟？那你给我个日子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先回去的，等我定了回来的日期，随时告诉你，行吗？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。你既然都回来了，就彻彻底底的放松下来。以后不管遇上什么难处，记住
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森叔。那你自己怎么打算？继续待在这儿，请你三叔帮你在疾风里谋一个职位，过你的田园人生。想过回来吗？你三叔一直跟我练到这儿，想让你回来发展，哪怕不在玉瑶，离家近点也好。不都说吗？能享受现在，就会拥有的更多。你玩了这么多年来，因为你三叔身体不太好，你乖乖回来，把妈妈送盐分的。我该不该留下来？小满，爸爸今天要去厂里开会，晚上才能回来。中午啊，你就去张叔叔家吃饭。啊，好，没问题。那爸爸不在，你今天准备干什么呀？我要画一幅特别特别厉害的画。你要画厉害的画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老师让我去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。哦，我一定要像爸爸那样赢得大奖。好，那爸爸等着回来看你画一幅特别特别厉害的画。好，爸爸走了。再见。再见，乖。小满，爸爸回来了。妈，怎么了？怎么哭了呀？我等了好久好久都没有画出来。画不好啊？爸爸看看。啊，好丑的，好丑。老师有没有要求画什么呀？有。什么要求啊？要画开心的日子。老子说要画开心的事情，你怎么还给自己画哭了呢？啊，来，坐吧，我坐这儿。来，那你好好想想，有什么开心的事情，你要画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但是我就知道，我想像爸爸那样厉害。厉不厉害是别人说的，你别管他。那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啊？你看你得了好多奖杯奖状。那因为爸爸喜欢画画啊，爸爸一画画就开心。小满，我跟你讲啊，爸爸小的时候啊，爷爷说要干一行爱一行，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，但是爸爸有福气，爸爸干上了自己最喜欢的工作。你长大了
你就可以选择了，你要爱一行去干一行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嗯，那比方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？玩泥巴。哎，玩泥巴最开心是不是？啊，那我们去玩泥巴。玩好泥巴，如果你想画画呢，会不会啊？会。哦，那爸爸就再陪你画画。好，谢谢爸爸。爸爸回来了。来，你看你看，这端着匣钵怎么能像端个面口的一样啊？啊，小心点啊。哎，轻拿啊，轻拿。不对不对，你看看那不能漏缝。对，那些东西再挪一挪。好嘞，周师傅。来，周师傅，走。哎，周师傅，这段时间您在这儿教给我们大伙儿太够东西了。哎，谢谢您，辛苦了。客气什么呀，我就是觉得这个屋里连味儿都对。什么都对。哦，徐总。徐总。哎哎，你的最爱。哎呀，歇的时候累的时候都小酌一口。给我的。谢谢啊。跟我还客气。嗯，你怎么有空来了？给倒杯水吧。哦，嗨，失礼。有空来看看你啊，想你了。谢谢徐总关心。好些日子没来这儿了吧？你说我啊？嗯，是是是，我这段时间不老张吗？新开了一窑，我去帮着哎，把把妆，看看火。这段时间，小满一直在你这儿啊？啊？没有吧？我是说你家。哦，是是。那这杯子你烧出来的？嗯嗯嗯。不是我吗？哎呀，我说老周啊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这关系到疾风的生存，你说不能听小满的一句话，我就敞开来生产吧？啊，那么多人力物力呢？一个小姑娘家，你说就是小时候玩过那么一阵子，怎么可能一下子烧出来呢？对不对？这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大圣。再说了，那孙大圣脱下了袍子，不也就是只野猴子？徐总。别管他是野猴子还是真猴子，我是觉得他总归得回到花果山这个家吧。就像我，你看我这么多年，你也了解我，就是一个把庄看火的师傅。我就对这点事儿啊，我还自信一点，其他的我还真不太懂。嗯。哎呀，我太谢谢你了！你知道我得意这个玩意儿，哎呀，太感谢徐总。哎。魏平啊，哎，那个晚上啊，徐总可请咱们大伙儿喝酒，快一起谢谢徐总。谢谢徐总。哎，谢谢徐总。不客气，大伙儿辛苦了。哎，小满啊，你三叔呢也喝不了酒，这杯酒我带他，我们两个敬你。你在外面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没能照应上你，你这一回来反能照应上我们了。是啊。怎么说呢，我是又惭愧又骄傲啊。哼，三婶先干了。哎哎妈。嗯，三婶您别这么说，太见外了，能为家里面出一份力应该的。你别干啊，意思一下。慢点喝。哎呀。哎，你说说你哈、啊，这么长时间都没烧瓷了，这一下子就能烧出这么好看的颜色了呀？啊，你们年轻人那个叫血脉压制，
什么血脉压制，那叫血脉传承，是不是？咱们老陈家的血脉就是不一样。工厂里那么多的老师傅琢磨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有一个人给出一个好的答案吗？是啊。还是我们小满吗？还是你们年轻人？其实我也是想到了一个朋友跟我说过，或许有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客户的需求是什么，我就想着要不然加点红试试，没想到一试还真成了，也是运气好。嗯，还是年轻人脑子活，想法多呀。嗯，学什么也都快。哎，干脆借着这个机会，让小满进公司吧。嗯。来我部门吧，勉勉强强给我打个下手。给你打下手，你给姐姐打下手。爸，不，凭什么我要从基层干起啊？他这种行为啊，这叫越级升迁，关系户才这么干。臭小子，懂得还不少。那可不是呢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哎，来动筷子，动筷子。好，好。哎，小满，你爱吃这个呢。嗯，今儿特意给你做的，谢谢三婶。妈的，你这凭什么呀？你也吃。这要给你解笔啊！来，再给你块肉肉，都骗你。你有没有觉得，特别是白天，玉瑶的天总是蓝色的？这是反映你内心的情绪。蓝色代表平静，有安抚人心灵的感觉。代表你现在的心情很平静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灰色的。最后一次见他也是灰色的。那他现在呢？他应该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颜色了吧？打算留下了。明天一定会更好，我们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老陈，走了。等一下，小满。葛小满。我让他今天跟我们一起去公司。好。三叔，三婶。好。我好了。先让小满去熟悉熟悉环境，也算真是跟那些师傅们照个面，感谢一下。行啊，好，我马上回去。三叔三婶，我去不了公司了。北京有事，我得马上回去。哟，那你赶紧回去处理吧。会不会出什么事情？这么急？哎呀，会出什么事情啊？你别忘了，北京可是小满的地盘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晚了。有没有想过，咱们两个人一块进去的话，那就什么都没有。但如果说只有一个人进去的话，另外一个人还能发展。你想，你是一个小会计，你进去的话，待个几年，你就出来了，对吧？你出来的时候还有我。你不想工作的话，你就在家里，我一直养着你。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去坐牢？不是，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圆圆。我只是一个假设。先生，听我的，收手吧，不能再贪这个钱了。我们去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不行，凭什么？我不接受。我为你挪出来的钱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呢？我要给你最好的，我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家。干嘛呀你？你什么意思？当那么多人面？薛凌是谁？薛凌是谁？不认识。12月31日，建国路，丽思卡尔顿宴会厅午宴。相府有喜，新郎向上，新娘薛凌
骗我？重要吗？这就只是一个婚礼，就是一个形式。我心里都是你，我心里是爱你的。好，现在跟我去领证，走。干嘛呀？你疯了？我不会跟你结婚的，我永远都不会跟你结婚的。想告我？你去啊！你告我，你看谁信？那钱你就没花吗？你的包包，你名牌衣服怎么来的？你有好好照过镜子吗？你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吗？啊，你相貌平平，一个小镇子里出来的姑娘，你资历也平平，为什么要让我娶你啊？啊，人家呢？人家薛明是董事长的女儿，你们俩怎么比？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你怎么比啊？你配吗？哦，蕾蕾，你要是真那么正直善良的话，你会跟我一起做那些事情。你说个数，我把钱给你，咱俩一刀两断。案情已经基本明朗了，我们在圆圆的遗物中发现了这支录音笔，并且这段时间我们也落实了录音提到的违法行为，并对向上实施了逮捕。你们稍等一下，我们一会儿还要做一个笔录。好。走的那天，我有没有看到这么蓝的天？天蓝或者不蓝，要看什么时候、以什么角度去看。运气、心情都很重要。小马，你烧出蓝色杯子了吧？真香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玉阳啊？你决定好了？哼，我才找着工作。玉阳对你来说是家乡，对我来说，可能就是更远的异乡。我可能没勇气。是，不强求，你过得好就行。背不住我哪天我就杀过去了。随时欢迎你，照顾好自己。也是。前几个重要的老客户都同意去玉瑶看一看，而且他们会带上家人，体验好的话他们会给我们做广告的。接下来就按部就班的走吧，就这样，不成功便成缘。行了，再说，拜。故地重游的感觉如何？更像是告别吧。以前看这栋大楼觉得特别的高，特别的耀眼，现在觉得好像也不过如此。我有说错什么话惹你不开心吗？没有啊，你话那么少怎么会说错话呢？也是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个照片
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个礼物行不行？哎，嗯，这个你不会是想要送给我姑姑吧？怎么，诚意大吗？是我姑姑会喜欢的风格啦，但是这么贵的礼物，我觉得她肯定不会收到。倒不如这样吧，回玉瑶之后，我找个机会带你去见见我姑姑。我自己去就行。你确定？我可以的。OK。嘿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就答应你了。你说可以的呀，你说可以，我就相信你。不过确实有件事要麻烦你了。麻烦？请说。我邀请了一些在北京的商业伙伴，携家带眷的去玉瑶市旅游。我记得你对小孩子挺有一套的，做我导游。你是想让他们顺道去实地考察？嗯。路径我都规划好了。来，帮我看一下。你都弄得这么详细了，你不需要我了呀？我需要你。帮我。行啊，那你到时候提前告诉我。沿着时间的坐标，一再匆忙的寻找，忘了什么重要，忘了曾经遗失的心跳。算你劳费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办。请你吃个饭吧，可以吗？Nice。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明天吧。不行。好啊。赶紧赶紧跟上我，跟上哥啊，来呀，快点儿。哎，妈，我还没玩完。妈，你现在一天阴着个脸皱眉的，你小心长皱纹啊。哎呀，陈君彤啊，啊，你就不知道着点急呀、啊。妈，我着急，我可着急了，我这不是在看书吗？刚才你着急，你就好好干，加油干呐，做出点成绩给你爸看看，超过小满行不行？妈，我其实在我爸心里，我怎么做我也不如陈小满呀、啊。而且我确实脑子没他转得快。彤彤啊，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爸爸妈妈可不能跟你一辈子的，你现在不努力，将来公司落到别人的手上，你和妹妹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我跟瑶瑶都有股份，陈小满还能不认账？妈，陈小满不能那么坏了，你别上了高。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，回来了回来了。这正好啊，你儿子刚刚还喊饿呢，你们爷俩真是心有灵犀。彤彤快过来，帮姐姐把这箱子拿上去。来啊，小心啊小心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行了，你这么沉，你把北京带回来啊。你真没用，我帮你，你就这点本事。我来，慢点慢点。回来就踏实了，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。啊、哦，团聚了、嗯！一会儿下来吃饭啊！哎，走了。哦、徐姐，开饭了。你真不走了？嗯。以后都不走了？嗯。就在家混？嗯。我就说我是预言家吧，我之前就说过。他在大城市混不下去。是。
是真混不下去了，所以回家来跟着你混。小美这次回来，我心里这块石头也算是落地了。疾风以后就是你的舞台，你可以大展身手，尽情发挥。嗯，三叔您放心吧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不是一时冲动。好，那就好。啊，动筷子，吃饭。去。哎呦，今天徐姐做了一个东北的地三鲜，来。嗯，你吃嘛。好。哎呀，小满啊，既然你回来了，三婶呢就多嘱咐你两句，啊。虽然说公司是咱们自己家的，安排个工作并不难，但是这些年啊，我跟你三叔用人向来都是，凭实力说话，你也知道的，对吧？底下那么多人，大事小事的，都长着眼看着呢。嗯，你又姓陈，更不能出错。嗯，三婶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哎，小美的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嘛。正是因为有能力，我才为难呀。你说，给小满安排低了嘛，孩子受委屈；安排高了呢，又不好看。哎呀，我想来想去啊，要不然。跟彤彤一样，嗯，先从销售开始。嗯，嗯，是。小美，你想进哪个部门？我想去生产部，跟师傅们多学习学习。好，正合我意。但是学手艺。是很辛苦的，你吃得消吗？我可以的。好了好了，来，嗯，来，好，吃饭吃饭。你最爱吃的糖醋里脊。学手艺是一点问题没有，是大好事啊。哎呀，但是小满你刚回来，很多事情还是不了解。要想下工厂啊，没日没夜的。你说你一个姑娘家，整天泡在那个泥巴里跟泥巴打交道。每天都脏兮兮的，那也不好看呢。其实现在咱们公司呀，销售部里有很多业务都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来做啊。你从大城市回来的，有经验又有方法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你弟弟，你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呀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学习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老陈，你说呢？小妹，你三婶说的有道理。行，那我就去销售部，等熟悉了公司的业务，我再去跟师傅们学习。好，好。哎，咱们碰一个吧。嗯，好。欢迎小满回家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谢谢咱们三婶。大家都停一下啊！都停一下，听我说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销售部新来的业务员陈小满，大家鼓掌。对新同志还是老规矩啊，该说的要说，该提要求的要提要求啊。小陈，交给你了啊。行。有什么不懂的都问。小满。这个就是你的工位，啊，然后这边呢是咱们公司以前的合同啊、资料什么的，你随便看。行。你坐在云霄雪季马克杯真有想法，天才。没有，我那杯子都是裂开的。哎，真的，你别谦虚，就是觉得你。哟，郑经理，早啊！啊，小陈总，你早。新员工啊，你好，你好，陈勋彤。你好。哎，郑经理，这最近呢有点闲呀，你整整大单子做做呗。啊，小道，小道，哎哎，把你手上那个大单子拿给小陈总看一看。啊，一会儿送我办公室。哎，行。这么多，你得好好学啊。这有啥不知道的呢？随时上楼问我啊！
陈总老婆。行，小陈总。那你先忙。你的这个，少说得有五位数吧。我这个五百。您是想告诉我，我买这个买贵了？这两样东西不可相提并论吗？你觉得不一样？是因为你看中的是它的价值，价值是什么？是你们这群喜欢摆弄数字的人围在一起玩的游戏。你看到什么了？同样的纹样，没错，这些残片上的釉水和纹样就是一小块，就足够让我用来学习了。理由你已经知道了。谢谢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拜师。有意思，耍无赖是吧？还是上次那个吧。行。小马，我们先走了。来，哎，好，拜拜。还有那么多呢，明天再做吧。没事，我能看完。拜拜。小马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雨静哥，那个无忌的小苏啊，他们开到几点啊？我现在去的话还能买着吗？行，嗯。你想好了就签字吧，签下你的名字。这份拜师帖，你今天来的目的就达到了，看看吧。一，十年方可出师，违者死；二，不得跟资本合作，违者不得好死。怎么，做不到吗？正反都得死啊！恕难从命。那真的是很遗憾，我们没有这个师徒的缘分。陈大师，您看我们俩是不是把话题回归到合作方式啊？上一个像你这样来找我的人是马木之。那听到您这么说，我还挺开心的。毕竟您跟马先生算是故交了。你是小满的朋友吧？是。哎呀，我这来的太是时候了，这么巧啊！
正好碰上姑姑收徒弟，好巧好巧。是想收来着，但有人诚意不足啊。姑姑，柯总呢是我在北京的领导，也算是师傅吧。您要收他当徒弟了的话，那您这不成了我的师祖了吗？我们这礼没成呢。是我资质不足，不过能坐在这边跟陈大师聊聊，那确实也是受益匪浅。我自己不可以畏惧，当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，我该何从又该何去？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，学会控制了情绪，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。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，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，也是你们留给我的。拥抱我身体，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把你